结婚几天就立秋了，这个一到立秋啊，就非常明显的，一天会比一天凉快。今天呢，是因为前几天是台风啊，所以很多的降雨。这两天今天还不会觉得怎么太热，但是在南方的人呢感觉还是比较热。如果室内里呢在山里，特别是太阳一落山之后，这个山树林的另一种气息啊，植被丰富，也就有这个好处。哎，只要阳光没有直射，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凉快下来。但是在那个地狱当中啊，寒冷地狱没有四季，寒冷地狱里面呢，人地藏菩萨告诉我们，寒冷地狱里面，人的那个肉被冻得裂开，啊，那个血流出来都结成冰。他们用什么冰下做人？所以这个猎豹就不一样了。猎豹，我们这里过了夏天啊，觉得很温暖，很热闹。热的时候，寒冷地狱冻的时候，除此之外，像我们现在南半球也是冬天，现在的澳大利亚就是冬天，就是我们这里过夏季的时候，他那边刚好过冬季。还有我们坐的这边，我们坐的这里跟我们同纬度，往天上去的话10公里，上面就是-40度，这是点的每一个生命它的业报也有，有的人是稍微一点热，我觉得这个汗呢就是汗淋淋的，像下雨一样。有的人再热他也不出汗，这人呢不是狗，狗也不出汗，狗最多热的时候把舌头伸出来，但有的人他也不出汗。不出汗奇怪了，怎么热的不出汗，连舌头也不会伸出来。这个天人业报的问题。有的时候一个人呢，同一个人，他也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时候白天呢热的不得了，晚上呢冷的不得了。有的人晚上热的不得了，白天冷的不得了。还有的人呢，白天是人，晚上是鬼，还不可怕。那个有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记载啊，以前有个革命家叫王什么严什么的，不知道。他后来他就跟老和尚讲过这个事情，每天晚上阎王爷找他去帮忙做笔记，在阴间里面做判官的时候做笔记，
阳间里他闹革命，阴间里他是一个鬼官，还有持续了半年多这样，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改变，很痛苦，晚上一睡下去，好了，就魂就到阴间去了，参加审判。哎呀，人累得不得了，白天还要做事，晚上还要去做判官记笔记。后来实在累得生病了，什么办法呢？写了一张请假条，给阎王爷写他的病假条，然后烧掉，火里烧掉，这样的晚上才可以不去。你看，不去还要烧请假条，实在没办法，就这个办法。后来这个半年多，他就问那个老和尚说：“那你这个，你的比较正义啊，比较有正气，那个轨道里面这个实验员军啊，也要找那个非常有正气的，才能够去担当那个鬼王啊。”钥匙，你说到这里还有记载，在香港有一个人，他专门管的世间饮食。明明你看到这个人呢，但是他却也是有这样一个差事，就是人间吃什么。每个人的饥食愤怒，其实有人管的，也有管的。除了有老婆给你管之外的话，还有主宰这个管。他白天睡觉，白天睡，晚上啊，那个魂就出去了，也是到那个阴间了，就上班去了。然后他大多数都睡觉。爸爸就气得不得了，生这个孩子什么用也没有，除了吃饭就睡觉。那他爸爸呢？警察局警官。后来他儿子跟他说：“你别说我没事干，我天天忙得很呢，我比你还忙哦。”他爸爸说：“你怎么比我忙？我管社会治安多忙啊！”你天天睡觉，你忙什么东西啊？他跟他说：“我忙着这世间人的这个饮食哦，我管哦。”他爸怎么听也不相信，还骗我，还吓唬我。你还管呢？他说是啊，比如说你呀，我知道啊，你明天中午只吃一碗，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残羹汤哦，剩下来的这个汤哦，那怎么我明天中午怎么吃一碗剩下的吃羹汤啊？我不相信，我明天我不上班，我在家我吃一顿好的给你看。老早就跑出去买菜去了，买完菜啊，回来做啊，好多好吃的。做到差不多的时候啊，电话打来了，紧急命令，发现逃犯，赶快让他去执行公务去，然后这个饭菜做了一桌子也没吃了，赶快，他这时候忘掉他儿子讲的话了，赶快接到电话，马上就去到警局里啊，然后去追捕那个逃犯，他那个追捕追到山里面，追到晚下午都一两点，肚子饿得不得了。那个早上老早就出去买菜去了，结果一饭没吃到，追捕逃犯追到山里，饿得唧唧的，然后找到就路过一户人家了，就问我们执行公务，中午饭还没吃呢，请问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吃的给我一点？这个警官你看，他们做乞丐的那天中午，结果。这家，我们这个中午好像吃的没什么了，就剩一碗汤了，汤也好的，谢谢。然后
两脖就喝掉了，喝了刚才把肚子肚鸡了，这下也能撑过去，抹抹嘴边的这个汤水，喝下去想起来了，我儿子是我中午煮的水吗？哇，回去了之后对他儿子也客气，这说明人是有点命的，人是有命的。首先要承认人是有命的，然后才觉得佛菩萨是那么慈悲，来救我，改变我们的命。每个人只要你生下来的那个时刻，就决定了你这生的，因为你以前的你来到这个世间，你所有种种都是过去业力的决定的。甚至这个命，这种理，中国有个命理。命理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地理杂志一样，地有地的理啊，命有地的理，而且它是一个很科学的，非常科学的。以前给我护关那个老和尚，他在家的时候，他家祖辈。就是会算命啊，会看风水啊。然后他爸爸呢，会学唱书，唱大书，在农村里到处唱大书。然后他自己呢，后来又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后来他自己也学，学了这个四柱八字。学了之后他用这个推别人，只要把他什么年月日时这个告诉给他，他就用这个，你用你的这个八字排这个四柱，你算啊，这个流年，根据流年推，哇，这推起来真的很准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学这东西，他可以试着给别人推的时候，你哪一年是有什么事情呢？哎，上回有什么事呢？他就在推，甚至你什么时候能够，一个人什么时候有权利啊？一个人受别人管呢，就有钱，管别人呢，就要花钱，他都有这个意思。他都是有天天给你算的，甚至什么时候走桃花运，他都给你算的。哇，某个人要什么时候走桃花运了，就不得了，那个是没走桃花运的时候，怎么介绍也介绍不通的。哎呀，走桃花运了那是，他给你算出来。那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听他讲讲这个也是蛮有意思。我这种，你看看我的这个八字。他给我八字一排，蛮奇怪，你这个八字全部都是阴的，我这个八个字没有一个是阳的，全阴，也是里面也有不少啊。这个，所以推什么？这出家命，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八字里带什么华盖啊，什么带什么，有几个嘛？这几个人只要有带，就这个人就最好是出家，别干之前的事，就是所以。前两天我们这个网站上来看，还有那个推背图，我以前老是听到说有推背图，我一直对那个没什么兴趣，也没去找他看。在网站上那天我看到有推背图，哦，是讲唐朝初期的时候，那两个人，一个宰相，一个叫什么袁天罡还是谁的，袁天罡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推，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往下一朝一朝往下算，把这个六十个甲子啊这样推往下推，六十甲子往下推，一直推了两千年，从唐朝呢推两千年，那现在我们也包括在里面，就是它每一个什么卦，然后下面什么解释，一首诗解释，
就从唐朝一直算算唐宋元明清，哎，唐宋元明清一直推下来，推到蒋介石啊那个时候，然后推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往下还有，我们看不懂，反正稀里糊涂那玩意啥不知道。但是那个呢，事情过去了会知道，事情过去哦，他甚至把人名都写在里面，不要的。我就想哦，那如果历史那早就可以看得到，早就可以预见得到的话，那个袁了凡先生的讲的那个还努力有什么用呢？袁了凡呢，他就是那个他也是个易学大家的一个传人啊，赵康杰的啊，这个易学的这个传人啊，在这个山里面走路的一个老头啊，看到这个采药的这个小孩，问他：“那你以后有功名利禄的，你怎么在这里山里采药？”这小孩子就说：“我什么功名利禄？我家里面穷的，读书也读不起，我哪里有功名利禄啊？”哎，原来他爸爸是开药铺的，后来自己爸爸生病。没办法，靠小孩子上山来采药。哎，他说你啊，你不要采药，来来来，你家在哪？你带我去。然后这小孩就把这个老人呢，就带到他家里。这个老人家就跟他妈妈就说了，说你现在啊，要让你的孩子读书，不能让他荒废学业。他妈妈说为什么呢？你这个孩子啊，他还没有给他算八字嘛，就看了一眼面相嘛，那你这个孩子以后是要做官的，哎，是要替国家奋斗的，你这个不能耽误孩子的前途。他妈妈问为什么呢？说来来来，我给你讲一讲。结果他一算，把他爸爸的事情都能算出来，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先算前面的，他家里事别人又不可能知道。结果这个就是老人家把他前面的事全部都算出来。哇，这个母亲听着，那就把这个老人家留在家里供养了。但是，而且不仅如此，他说：“你家孩子跟我有缘。”我应当把我的这个要传给他，他也是我的徒弟。哎，这个译法的传人呢、啊，他也是我们这个译法的传人。结果这个家里把他供了啊，这样一个世外高供养他的时候，他也就把这些东西呢都传给了这个袁了凡。在这个期间呢，也把他自己以后的命运都算出来。啊，什么时候啊？这个考秀才，县里面多少名秀才？哪一年呢？考这个考什么？考这个贡生呢？第几名贡生？哪一年就是收到官府的这个文牒啊？可以做那个楚生呢？也就是说。虽然还没做官呢，但是国家已经给吃公粮了，但是这个吃要吃到多少多少才能够去做官，真正的走马上任，又跟他说啊，他说你命相如此，你以后不可能有孩子，一儿半女都没有，而且呢寿命不长，活到53岁，一直给他算到死。这个袁了凡呢，他妈妈就给他读书了，果然是在哪一年考试，县里面多少名秀才，跟他师傅算的一模一样，一直到他吃那个，考到后来啊，吃国家粮食，吃到一半还缺这个食饭的时候，突然下文下来说他可以去做官了。你想哎，我师傅难道算不准了吗？我说还没吃到呢，为什么又去下文叫我去做了？结果还没高兴，怎么又来了？说又来文了，说哎，暂
是啊，有人了，还得再加班。结果你看，哎呀，师傅真的厉害，少吃一点，多吃一点，这个都是命中注定的。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他心里面就不打妄想了。这一打妄想有什么用啊？这都命中注定的，想不来的。结果他到了在南京灵谷禅寺啊，灵谷寺啊，遇到这个灵谷禅师。因为他是读书人的，自然有一个读书人的气质，也因为他通达每个人都是有命运的，所以呢他也心里没有妄念。这灵谷禅师呢接待他的时候，两个人相坐妄言，禅师也不说话，他也觉得没什么好说。两个人既然往那一坐，都大家都不说话，就坐在那边。今天竟然从白天坐到晚上，从晚上坐到天亮，两个人一语不发，灵谷禅师就暗想了，这个人了不起啊，世间哪里有这种人呢？我这一坐坐了一天一夜下来，不单单一句话不讲，脑子里一个妄念没有。这时候灵谷禅师就问他了，他说你师从何人？说你从哪里开悟来的？他就说了，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开悟，我只不过觉得人都有命的，所以既然有命的，那又想什么东西？想都是白想，空想而已。结果，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世这样讲了一下。这时候，灵谷禅师才笑笑说：“啊，我原来你是圣人，以为你是圣人，哎，这样子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那这个时候，灵谷禅师在跟你讲，人是有命的，三世因果。但是佛教的三世因果就更加的准确。他说，啊，以后的命运是现在可以成就的。如果你不去造作，那你循着以前的业的话，那是这样的业报。但是如果你继续造作新业，那这些就会被改变了。那人问他怎么样改变呢？造恶业和造善业都可以改变。你大善大恶，这个命是算不准的。所以这个世间说同样一个人，他的业报都有这样不同，有的白天晚上，有的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不一样，有的上半辈子哇，这个非常的富贵，但是下半辈子的时候非常的潦倒。有的人上半辈子没什么福报，但是啊，通过他的精进努力，下半辈子却非常。有的这一生呢，非常的坎坷曲折，但是他下一生却啊，成就了他下一生的这种福德，这个生命。生命真的很奇妙的，像我们在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们坐在这里，大家坐着，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些无形众生，无形众生各个的命运也都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很苦。看着我们很羡慕我们的，我们做人，看着我们是他一看，哇塞，很幸福，很幸福。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想想，也是很苦，很苦。那佛菩萨要看我们，简直就更苦。所以是六道也好，三恶道的众生也好，在佛的眼睛里看到我们是苦得不得了。佛看我们这些凡夫啊，轮回的状态都是苦的。我们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滴水里面那很多的虫啊、细菌啊在里面。我们去看，我们会看到那个细菌会很快乐吗？会不会看到很快乐？他那个细菌不会觉得怎么样，自身也是有苦也有逼迫，但是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那样的，对这个世界人生观、世界观啊，这个有智慧呢还好，没有智慧啊，非常的牢笼一般。所以有时候想想呢，这个生命呢，佛与大智慧遍知一切，都看到了，但是佛也想救他们。众生自我封闭，这叫业障，业障。这个障呢，不是说地藏菩萨看不到他，
但是他看不到他，但是众生自己屏障，自己屏障自己，恐惧。有很多众生，我们庙里面像我们要做超度，无遮道场，都愿意去超度。那有的众生他不敢来哦，不敢来，因为他自己造罪的造作的那些恶业，他特别恐怖，他认为哇，如果到庙里的话，那等于好像是。就等于好像是罪犯，好像走进公安局了一样。哇，那还了得了！今天下午呢，还有人打电话给我，他那个妈妈呢，这段时间附体附到他身上，他那个血糖一下就高上去了，身体非常不舒服。后来前两天又附到另外一个老头身上，那个老头70-80岁了。结果他妈那种附到他身上，然后回过头来跟他儿子来对话，他儿子以前从来不相信，什么鬼啊，神啊，灵魂的。所以他老婆学佛，他还上来了，不是很理解。结果他妈妈就跟他对话，他一开始不相信，后来讲了两个人对了1个小时，将近对话了1个小时。那他媳妇就问他，他说我到处给你超度，你为什么不到庙里去呢？他说我庙里我不敢去哦，我怕我到庙里之后这把我剁成肉泥哦，他害怕了，他怕到庙里把他剁成肉酱，有负罪感。一个人呢，他如果有罪业的话，他怕，反而害怕光明。他要他这个媳妇，让他说为什么我找你呢？他就讲，他说我也不愿意欠别人的债，欠别人的情，我欠别人不知道怎么还。你是我媳妇，我欠你，我以后我欠你，我做人呢，我三辈子也还你。他只能这样子去想。这个媳妇学佛的，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说我生了这几个儿子，就这个媳妇最好，就这媳妇学佛的。哎呀，对这个媳妇最好。那个做鬼的时候，他就知道谁是最好的。这我就想，你看这个鬼他没有缘呢，没有这个没有结过缘，他就很跟他没缘，跟他利益不到他，利益不到。你像我们这个民间话呢，哪怕就是我们人从人的这个角度去看，只要这个人一死，人天两隔，就没办法再沟通了，因为业力发生变换了，跟我们这个空间就没有。我们现在大家都坐到这里，哎呀，能相互讲话，能听得到，能够理解。那个，如果这个缘分尽了，听不到的，听也听不到。哎，像有的，你像这个牌位写的时间久了，或者你家里人带来的，他跟这个魂灵啊，这个他的鬼魂啊，跟着你来的。然后你在这边庙里也做，为这个庙里啊做功德，那个也替他以他的名义替他做功德，种种，然后有一点缘了，太好了，你定得住，否则那个就一阵风一样，呼一下又不知道哪去了，飘飘悠悠的，哪里这么方便定了这些？这个生命你看多恐怖。多轮回的状态多痛苦啊！这个业力随业流转，佛都看得到，遍知一切，但是佛也想救，还要有个缘，这个佛啊，这个佛光再大，但是这个众生如果自我分闭，那个业障这种圣道，还是没有用啊。所以要多接佛缘，平时像我们在座的皈依三宝的时候，这个皈依两个字，现在都是练习，
皈依佛，皈依佛所讲的法，开智慧啊，皈依僧带领我们解脱，哎，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来要做超度呢？啊，今天8月1号，再过一个星期，8月8号，我们中国要开奥运会，哎，我们也是做这个，我们以菩提心啊，来净化这个世界，啊，也趁这个机会呢，我们也以着这个世间的一个缘起呢，我们发广大的心来去。纵使有这样的一个共业，大的共业，我们去净化发大心，这也是从我们修行人自身来说，这也是积累福德资粮很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于社会，对这世界来说呢，也是就是净化这个社会呢，也是让它能够居住顺利，能够吉祥。同时今天也是七月初一，你看这个日子还蛮那个的，一个8月1号，一个7月初一，7月1号呢，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七月了。进入七月有什么说法呢？七月整个一个月都是小月，小月又称为叫地藏月。地藏月，这个时候对我们中国来说，这个时候最热，哎，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阴气最重的时候，阴气最重的时候。哎，也是我们往那边一打坐，打妄想最多的时候。这个我是很有体验的。哎，我以前呢，学佛跟这个之间的关系啊，没有不是很明了。在那几年闭关当中呢，我有一点感觉。啊，因为闭关的时候啊，谢绝万缘的，一个人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一天24小时会这个心会很平静的面对它的变化，24小时啊，24个节气啊，年到头之间比较细心。那进入七月的时候啊，做梦跟平时的梦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天气热了之后，人要更加的病才行。那时候我到进入夏天的时候，我那个房子也是尤其热，2楼上面是瓦，那个墙头也不是很厚的墙，两面都晒太阳，夏天很热，也没有空调，温度最高的时候也是房间里要33度、34、33度，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把窗帘呢弄了2层窗帘，上午的时候，就上午8点钟左右就把窗帘放下来了，光线就让你没有光线，然后啊，弄了3盆水，那个小小房间，那个大概接近10个平方一个小房间，佛台面前一大桶水，我床肚底下一大桶水，然后就开始打坐了，坐了，那时候就觉得，温度涨到31度的时候，人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连看经书都不能看。看经书，你看经书的汗就哗就流下来，因为毕竟有一本书嘛。你人呢，你要跟那个书，你要看它，然后要思维了。这样子的话，这个汗就会下来了。人如果要到那个33度的时候，不能打妄想的，只要一打妄想，这个汗就哗就下来了。那反过来说，由这个你看一个修行人修得好不好，也就是这样。前两天我们前生师父讲的，他以前在那个庙里出家的时候，看到那个云居山去的那个师父，就说我们的功夫是好，为什么呢？别人都热了，大汗淋漓，那云居山来的师父就背上只湿掉一点点。这说明他就是功夫好。一个人叫心定自然凉啊，一个人如果心很定，没有妄想的时候，
身体里面自然有空调的，它有空调，还是很奇怪的。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这样，你天越热越是要我要入正念，不能有散乱，静静静静。你静下来了之后，哇，整个身体里面凉凉的，外面再热，里面凉凉的。如果你打妄想，一打妄想，这个气脉一乱，马上这个大汗。同时，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啊，在天热的时候，那个时候睡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梦的境界就不一样。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觉得，确实这个七月啊，这个地藏月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这只说明在我们中国，不说七月是用那个。你现在跑到，你现在你如果算这个澳大利亚的时间，七月，你说他们那边会是什么地藏月、鬼月，那不一定的，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人的这个气脉，因为人最热的时候，这时候啊，这个也是感那个这个阴气也是最重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这个民间里说呢，因为再热啊，不能受了风哦，不能受了凉哦，为什么？热的时候人的这个毛孔什么都是打开的。会吹到风，万一吹针阴风呼一下，你好像就生病了，那病是什么你也看不好，那是阴风阴病，医生不能看不好，这个很奇怪。越是热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那时候也阴气最重的时候，那你很难理解，那时候光太阳在头顶上，我阴气重，哎，是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夏天啊，三伏天的时候也是阴气最重的时候，特别适合做超度，特别适合做超度。所以这个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人嘛，还有阴啊阳啊，所以才说说到阴阳都没有了，那就无所谓了，那就哪都一样，什么季节都一样。就是在我们身体周围来说，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来说，这个时候阴气特别重，所以也有老和尚就讲的，七月里面，我们的那些祖先是都会聚拢到我们身边来，祖先呢什么都会，好像得到一个机会能靠近我们，然后让我们帮助他。是因为这么缘故，甚至在我们边上的猫啊、狗啊、鸡啊，这些他们身上都附着我们的这个祖先啊，历代的母亲、父母。甚至你到菜场里去买菜，因为买一条鱼啊，买一只别人杀掉的鸡，你都买回来了，有可能很快的这个上面就附上那些东西，阴的东西。我们有缘众生的这些神识会附上去。死的东西也会附东西，活的猫啊，活的狗会有，甚至连死的那些鸡啊、鱼啊，像跳板一样的，因为它毕竟我们跟它之间，我们看不到它，我们跟它距离也比较远，它附到一只小猫小狗身上，它要有一点福德才附得上去，它有时候它更方便的还附到那些死的动物身上。他觉得离我们可以近一点，就近一点。总之就是想尽种种办法想靠近我们，是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想靠近我们呢，能够得救。这一些啊，我们这个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七月里，如果你吃的肉啊，这都有可能是自己以前的。老祖宗的肉，这个历代历生的父母亲的肉，这个我是这样分析，可能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老祖先才这样讲，这有道理。
所以今天呢，今月进入七月的第一天啊，我们在这里做个超度呢，也标志着七月地藏月的开始啊，这个孝月的开始，也在这边呢号召大家好好的去啊读诵大乘经典啊，多多读诵大乘经典啊，以慈悲心来回向。我们人生虽然苦短呢，但是我们学了佛法，我们却成了万亿众生的这个救星了。他们百千万亿还都在三恶道里面，哎呀，我们投胎做人呢，虽然我们人自身也是很苦很短，但是啊，对他们来说，我们像天堂一样。我们可以救他们。所以这个七月地藏月呢，我们更要提倡大家，多努力啊！好，这个大家话本都有了啊。哦，34页这边的提升多吧？今天我们念这个简单的，就稍微时空啊。平时在家呢，也可以做这个，就这个最简短的稍时空。对，小小的一点呢，火，然后投一点饼干呢，面包啊，这样子进去啊，这样子也可以做啊。国语居中庙宇少时供于此庙有许图纸祈求贪恋尊宝者各众生相遍寻觅于此一切莫不中回向灵犀或满足不然为愿助你满愿解脱于大乐界大力为众速速去欲望贪执与念着一念海然一乐处云也是难及解脱啊，这个平时啊就可以做这个，然后下面呢哎呀哈呢也变成啊，就可以变成吃果号啊，就是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平时在家里简单的啊，这种也是蒙山的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啊。我在如果单单是以这个来做的话呢，前面最好呢也是念啊这个普昭请真言呢。啊，那个，然后念三皈依，啊，加上三皈依，还有那个叫那个加持咒，嗡桑巴拉桑巴拉，萨拉玛哈赞帕帕吽巴的说，嗡桑巴拉桑巴拉吽巴拉萨拉玛哈赞帕帕吽巴的说，那个念三遍这个加持咒，然后你要烧的那个食物呢，你嗡啊吽嗡啊吽加持一下，三字总持咒加持。然后啊，这个再念那个四宝如来、多宝如来啊、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故畏如来，四宝如来。下面那个，然后这个念完了之后，阿弥陀佛念之后，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就是最简短的这个实的啊，这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里面呢有焰口啊有蒙山啊啊，然后我们现在推广的这个焰口蒙山那个里面你再加一个我们这个现场啊以这个烧石的方法实时的方法，这个呢就是更把这些所有的再集合在一起简短的一个啊，所以平时我们现在时间少啊，都可以长，你有多时间的念长的，多念的话，我们心定下来也非常的好。时间短的话呢，就做一个小的、简短的就可以。36页，超脱轮回祈祷，贤洁清佛心，响达大德智，现后终救我脱轮大菩提。贤洁清佛心，想达大德智，现后终救我
贤杰千佛心，想来大德之现后中用，托轮道菩提，南无白马顿顿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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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替所有的众生念往生咒，今天来我们这个法会的四生六道九流十名，有记无记故文等众，和我们自己的立身父母历代宗亲累劫的冤亲债主，我们一起来念往生咒。念往生咒的时候啊，就是、啊、心里面就是一心持咒，然后啊，就是好像整个我们身心与世界像一个莲花一样，而且超拔这些众生啊，就是那个念的咒好像一个螺旋体一样在旋转一样啊，这样子通过我们咒的这个旋转的话，这些众生都从提拔上来，超拔上来。南无阿弥陀佛，愿得大愿得愿得地愿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檀波罗蜜，阿弥陀佛，毗迦那帝，阿弥陀佛，毗迦那帝，揭谛尼，揭谛那，智达伽尼，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愿得大愿得愿得地愿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檀波罗蜜，阿弥陀佛，毗迦那帝，阿弥陀佛，毗迦那帝，揭谛尼，揭谛那，智达伽尼，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接到耶稣的耶稣阿弥陀佛比阿弥陀释迦牟尼阿弥陀比迦那帝阿弥陀比迦那陀揭谛尼揭谛那智达伽尼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接到耶稣的耶稣阿弥陀佛比阿弥陀释迦牟尼阿弥陀比迦那帝阿弥陀比迦那陀揭谛尼揭谛那智达伽尼娑婆诃。
阿弥陀佛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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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多那耶多耶多地耶多阿弥尼多方便阿弥尼多十天方便阿弥尼多地藏人地阿弥尼多地藏人多地藏人多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地耶多阿弥尼多方便阿弥尼多十天方便阿弥尼多地藏人地阿弥尼多地藏人多千弥尼千劫难遇多伽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地耶多阿弥尼多方便阿弥尼多净土陀罗尼啊，今天大家一起来念呢、啊，这个世界得到净化，苦难中众生的筹码啊，反正因为这个很奇怪啊，这念啊，这空气质量都改变了，含氧量都增高，本来是浑浑沌沌啊，大家昏昏欲睡的夜道很重，这个时候一念了念的清醒。身心呢清丽，不仅我们今天在慧思里佛法，因为它是超时空的，所以啊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变，这个地球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大，在脚下面不小，我们要走遍地球，这一辈子大概呢靠这个脚走也是难走的啊，坐机车坐飞机很快，走是这个地球走一圈啊，不得了。但是我们在心里的话，那个地球是很小啊，但是我们这一回回功夫啊，就像好像在那个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啊，这个一念起就能够供养十方诸佛。我们这个是也是就这一回回功夫啊。把我们地球也净化了，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都净化了，更主要的就是你看，我们过两天要开奥运会了，奥运会主现场那个主场地啊，鸟巢建好到现在我估计还没扫进过，今天我前面有观想，我们到鸟巢里去扫进去啊，净化净化，那边也给它超度超度，否则的话这个众生啊注目的地方就是业力最集中的地方，我们也这个净化净化，出家人呢观想去洒净，现在不可能走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机密，不能这个鸟巢进去，但是心灵是没有障碍的，我刚才做的这边仿佛就置身在鸟巢里面来给他们洒净一样啊，不愿他们这些地方阴气的话超度超度啊，净化场地啊，然后呢啊，在我们21世纪的这个初啊，我们中国啊，中国文化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崭新的一个亮点，这是中东方文明啊，这个在地球上的一个崛起的一个契机啊，哪怕再多的中国的这些啊，这个文物啊，这些东西啊，在国外博物馆里是有展览，但是那个是一星半点，那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个5000年的炎黄子孙来说，啊，虽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的种种的啊，这个颠簸流离啊，种种的这个削弱，甚至经过近几十年。也有啊，这个政治狂热的这种冲击啊，我们东方的这个文化已经大大削弱了。但毕竟它在这片土地上有5000年的根底，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液里头流着东方人的这种特点。你像这次我们的奥林匹克的圣火在北京点燃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国家。啊，这个等于是露脸的那一刻，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啊，无形当中这就是也是，我是刚才念了念，自然而然的，好像就啊，好像就
去鸟巢里给它们撒进去。这也说明呢，这个我们释迦人呢啊，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文明的再兴是内心里啊这个期待已久，甚至也是有心无心自然而然的就这样流露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我也并没有有意的要去怎么样，只不过自然而然心里面它就冒出来，然后就这样去做啊，这样。所以说呢，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出家人呢，虽然在研究佛法怎么样能解脱，但是对世间的众生我们还充满了关心啊，对于我们拯救世界的东方文明我们寄予非常大的厚望。哎，也是我就希望呢，这个世界的和平啊，国泰民安，还是人类学习进步非常好的优良环境。哎，虽然在战乱呢，在这个背井离乡也能让人觉悟，但是还是和平年代，我们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大家坐在这里可以享受佛法的这种清雅。哎，所以说，这个内心里面非常的好像祝愿。咱们今天的法会呢，同时也是由啊那个发起人呢啊，也是由除了前面网站的发起之外，啊，我们昨天海口的两位居士，他们是特意说海南岛啊，作为信众，他们的这样一个心愿。同时呢，这里还有啊，这个为了超度爸爸刘红英啊，他们的孩子刘安宁、刘山宁，还有这个为了超度他的先父葛英啊，这些这边呢。葛世荣，这里面的葛世荣，还有陆俊树，超度的陆世门中冤亲债主，杨尚瑜，杨世门中冤亲债主，啊，陆俊树是，啊，江苏张家港市，还有江苏张家港的杨尚瑜，啊，还有我们在座四众弟子，啊，今天在这里发起，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对啊十方法界六道群灵的啊四生六道九幽十类有寂无寂孤魂等众的超度，和我们自己在座的这个四众弟子的历代宗亲、历生的父母、你可以觉得冤亲债主啊，乃至这个世界上啊忠臣良将、侠义英烈。啊，那些好人啊，虽然就是说在生的时候没有学佛，但是现在我们也是用佛法来回向他。还有这个海陆空阵亡将士啊，然后这个世界上每天呢、啊、天灾人祸去世的这些众生，地震啊、海啸啊、啊热带风暴啊、啊台风、火灾、水灾。啊，造成的那些伤亡的众生，啊，这个人和非人呢都是很多，以及啊，我们这个现在在网啊，通过网络啊，在座的诸位网友啊，信徒在网络上啊，你们的历生的父母啊，我们这个诸位网友的历代宗亲、累生的冤亲债主啊，我们家的。这个种种的啊，这个旁系的、支系的、主系的啊，在这里啊，我们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万姓宗族啊，乃至啊啊，这个一切四生当中各道的这些众生啊，我们都一起啊，用佛法，用我们光明的心来回向，来涵盖啊，全呢摄受。人们来摄受，也为这个世界上每天被宰杀的众生，那些人为了图口欲之快，哦，也吃众生肉，每天在被宰杀的众生，以及这个世界上啊，有的这个堕胎的那些婴灵们，哦，也很苦难的婴灵，是种种啊，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回向超度，
我们的家庭也幸福，工作顺利，南无阿弥陀佛。